那 here， 住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忙。 第三，加德满都的土地是非常肥沃，是住在一起的话，土地还是可以一起用，因为当时尼泊尔的树我们也有出口到印度，那现在是要进口，已经不一样。那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公园的庙，寺庙，这边的都是比较不的，是假的，因为现在很富有。 后来呢，他们经济不好，在巴黎这个地方，就先留下来他们，越来越小，最小的，已经这么小了。